2019年4月18日8点46分，联合新闻网科技紫微网文科技紫微网。好的运气可以为人带来很多惊喜，就像种下破暑的一阵凉风，让科技紫微网用塔罗来为你占卜。最近在你的生活里会迎来什么样特别的好运？图片来源：舒特斯托克分享占卜规则。一、先闭上眼睛，静心30秒钟，在心中默念我最近会迎来哪种好运。三、凭直觉选择下面一张牌。图片来源：科技紫微网分享占卜结果。选牌一：魔术师近期会出现一些十分令你惊喜的事情，大多数是喜从天降的意外，譬如走在大路上捡到钱之类的，几率会很高哦。选牌二：教皇，你近期可能会开始感到生活上的事物变得顺心，先前让你困扰的问题出现妥善的解决办法，让你越来越得心应手，要继续努力加油哦。选牌三：恋人逆位，最近你的感情趋势变得很好哦。单身的人脱单的好运大增，而有伴的人也将有感情升温的大好契机呢。选牌四：力量，最近你在事业方面的好运大大增加，很棒的机会将接二连三的出现，排在面前任你挑选，而你自己的努力也将会得到应有的回报呢。选牌五：正义，你近期的好运将出现在财运方面，尤其会得到很好的偏财运，你可能会得到他人馈赠金钱，或是在不经意之间创造了一笔财富，非常值得期待呢。选牌六：月亮逆位，你近期最主要的好运会是贵人的帮助，而且不只有一位哦。有了伯乐的认可与助力之后，你的收获将远远超过目前的现况，事情会渐渐步入正轨，变得越来越风调雨顺，让人心情大好。延伸阅读感情不顺遂，塔罗圣三角来提点抽牌论运，贵人就在你身边。更多命理分析，请前往科技紫微网莱斯布洛克阿兹会。